你陪陪妈，其他的事情让我们处理。你陪陪爸啊！妈，到了，头啊，别撞到哦！你要小心一点。 这么硬，怎么吃啊？你是要噎死我啊？不能吃这个菜，这个菜比较嫩。妈，不如我去买一桌给你吃吧。我不要住这里，我不要住这里。 我让我照顾你，我要去红山小姨婆的家住。It doesn't look good. You have to prepare for the worst. Does she ever tell us anything? Well, she's a tough woman. We should get her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. 爸，奶奶这样对待你和妈，你还为她难过？ 来这里都是看病的，坐在那里等一下。放心。 孤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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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孤